好，本日啊，有两名歹徒啊，来到了新浦中正的大邮局，准备进行抢劫。亮灯，亮灯，抢劫！好的。此时，新浦邮局员趁机按钮发报警报器，并通报110。好，歹徒转身跑到车上去，另外一名持刀的歹徒于柜台内搜刮一番后，往外逃跑时不慎跌倒。新浦邮局见状，立即向前与陈伟搏斗，位于车内的持枪歹徒听到警笛声后驾车逃离。后面进行拦截围捕，消防所也在现场哦，进行拦截围捕，将歹徒车辆立即拦下。王警官，来，给我站。实施终身加扣的动作，有枪，好，上车。